黑客那个侵入入侵者电脑和网络入侵者不许我那个用那个写字了，不许我用 Google Translation 写字了。2019年8月25号星期天下午，张庭东的 Lord David 在位。这是干扰的那样，这个拼写就不能拼了，简体不能拼。那简体简写，对，只有拼音，没有文字输入了。取缔授权也一样的。一分钟。